朱婷老师，如果必须从中国男排、男足、男篮中挑选对象，您更倾向于从哪个队里选择？如果这三个必须选的，可能选择男排。俗话说嘛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这种像朱婷这种这么优秀运动员，然后再跟男排，如果说也是能成为夫妻，或者如果有了孩子，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可以为，不管是肯定为中国体育事业，我相信可以做出贡献。你说肯定也是要向女排学习嘛，女排，在女排不抛弃不放弃这方面吧，在落后的情况下永远永不言弃这方面，然后还有在困难的时候更加团结，逆风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更加的拼搏吧，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